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做小小的开箱来和你们分享我在 Q's 网站到底买了什么。那现在我们来开吧。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开起来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开启。这个第一样的话呢，就是这个，Blue Estrogen Herbal Lotion， 这个其实是个 toner。那跟你们说一下，就是他们家其实有推出一系列的护肤品，专门针对就是有痘痘肌皮肤的朋友们。那其中里面的这个 toner 的话呢，就是针对痘痘肌的。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呢，就是去年我第一次踏进他们店的时候呢，其实皮肤状况不是很好，就是生了很多痘痘，然后呢就跟他们说了我皮肤的状况，然后他们就推荐给我这个。这个我进回购了好几次，就觉得还挺好用的。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们呢不会很喜欢，是因为呢它就是擦在皮肤上是冰冰凉凉的，然后如果说可能你的痘痘刚好就是爆了，然后有就是有一个小的伤口的话呢，就是碰到这个痘呢就有点刺刺的感觉，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它其实有两个不同 size， 一个好像是 500ml，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 250ml。 对，我买的是小的，因为呢就是比较不占地方，所以呢就买小的。然后呢下一样的话就是这个Breakout Control Blemish Treatment Facial Lotion， 这个的话呢跟这个 toner 是同一个系列的，是专门针对痘痘肌的。那这个是他们家的 moisturizer，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60ml， 这个好像只有一个 size。 对，然后呢这个呢，因为他们这边是说 Breakout Control 嘛，就是它就是能帮助你控痘。对，这两个。那除了这两个呢，其实我还有用他们系列的其他的产品，比如说他们的 Pimple Cream， 还有他们的 Facial Wash 都挺好用的。那其实我的用后感想就觉得说，其实对我而言它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之前呢就是我皮肤就是很多痘痘，而且那种是很大很痛的那种，但是现在呢就是明显可以看到说，虽然说还是会有痘痘，但是不比以前就是那么多，可能那时候可能就是荷尔蒙的关系，或者说用错护肤品吧，所以呢生了很多痘痘。那这个真的帮了我很多，所以呢真的很好。那下一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 Clearly Corrective Dark Spot Solution， 给你们看一下，是这样子的。所以用的时候呢就按一次，然后呢滴出来就 OK 了。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名字是说 Dark Spot Solution 嘛，所以呢他们当那时候推荐给我是因为呢就是有痘痘就难免会有痘疤，所以呢用了这个的话呢其实是能帮助淡化痘疤的。但是呢它毕竟不是神仙水嘛，所以呢不可能说你一用的话呢就完全没有，就是你的痘疤完全消失，所以呢还是得用一段时间。那对我而言就是我回购了好几次，那我也明显有看到就是我痘疤有就是变淡。那其实这样的话我其实很心满意足，因为呢痘疤真的很难遮，就是你用 concealer 要一直补真的太麻烦了，就是看了后让人家心情很不好了，我对我而言啦。对，那下一样的话呢也是最后一样，就是这个。这个的话是Vital Skin Strengthening Super Serum， 这个的话是我第一次回购，因为呢这个是我好像是最后一次去他们店购买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推荐给我的。对，因为那时候他们好像就是有个活动，就是他们在推出这个的 50ml， 然后呢他就问我说就是有没有兴趣，因为呢我用他们一系列的护肤品，但是只唯独少了一个 serum，所以呢他们就推荐给我了这个。然后我用了后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呢这次就回购。但是呢已经没有那个 50ml， 所以呢这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家的 34ml 的。对，所以总体来说呢其实我用他们一系列的护肤品，我本身是觉得
还对我而言是挺有效的，就至少我皮肤变好了，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健康的状况，然后呢痘痘也变少了，至少我化妆的时候呢就是不会那么的不开心，因为呢就是化妆就是要美美的嘛，可是如果说你很多痘痘的话，其实凸出来的那个是遮不掉的，所以呢就让人家看了心情很不好，然后呢拍照的话呢也不是很好看，对，所以呢这个明显帮了我很多，所以呢我一直在回购。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送我什么。第一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这是一个 tote bag。 其实因为呢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我是好像是他们有国庆促销的时候买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就是做个开箱视频，所以呢就是好久以后了才来开。对，哈啦，这个是一个 tote bag， 很漂亮耶，其实 Love Singapore， 挺满意的，它颜色也很鲜艳，好喜欢这个颜色。好，那下一样的话呢好像蛮多东西的，先从这个看起吧。这个是他们的 foam face wash， 哦，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家的招牌的那个toner， 就是他们 toner 里面不是有那个花花的那个那系列的 face wash， 对，很像的。这个是个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但是这个的话应该是跟这个是同一个系列的，因为都是 Clay Creative 的。对，好，那还有什么呢？哦，这个是冲凉的，应该是沐浴露之类的，是 Liquid Body Cleanser Grapefruit， 闻一下，还挺香的 Bath and Shower。 OK， 那最后一样的话呢，这是什么？哇、wow, 哦 ，OK， 这里面他送了这么多的 sample， 所以里面的话呢 ，OK， 有他们的招牌的 foam face wash， 就是跟刚才送的这个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他们 Calendula Series 同一个系列的一个就是 toner， 对，送了两包，两包是，还有送了两包这个 Dark Spot Solution， 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 Powerful Strength Light Reducing Concentrate， 这个应该可以给外妈用吧，送了两包。还有 Ultra Facial Cream 也是两包。最后呢送了哦两个他们家的 Sunblock，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water based 的，因为呢就是我怕这个会对我皮肤来说太油，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用这个，还挺好用的。对，想跟你们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用过他们的产品但是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是建议直接去到专柜，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们你的就是皮肤状况，然后问他们说到底哪一种护肤品呢适合你，然后呢才选择说你要在网上购买呢还是直接在专柜购买。另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环保嘛，所以如果说你们用完了
他们家任何一个护肤品，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用完了后呢，你洗干净，然后晾干了后呢，其实呢可以带到他们的店里面，然后呢就是他们会回收，然后给你分数。那如果说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的话呢，其实你剪掉后呢，就是你来剪掉后就可以用嘛，用完了后呢就是清洗干净，然后同样就是晾干，然后呢其实他们也回收了。还有另外一点比较好的就是他们的 sample 其实他们也回收，比如说这个小小罐的 travel size 的。所以呢其实他们这个环保活动真的很好，就是你又能环保呢，你又能拿分数，那你拿的分数拿到一定的程度呢，其实你又可以换，就是来换 voucher 就可以省钱，所以呢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以上是这样子咯，拜拜。